今天也是趁这个场合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嘛，就是还记得深深那时候对第一次代言呢，他请经纪人跟我们提一个要求，就是希望品牌一定要对粉丝好。翻到一张以前好喜欢的少年感十足的运动型周身。你像仙子也如梭，似最初踏入峡谷那刻，含眼泪流过成败取舍，问城市谁才是王者，悠然在幻境我走，眉宇间写满温馨诉说，你我非独自一个，想真实何须找懦弱。